好，这一关呢，我当庄，我们来比赛弹珠。好，我会先抓几颗，你们也各自抓，跟我喊到一样的呢，你们就输了，你们就要给我你们手上的弹珠。啊，如果不一样的，就我给你弹珠。好，好，那惩罚呢，就是打这里，啪啪。所以我十颗输完了就输了嘛，对，要被你打，全部输完才是输。好 ，OK。哦，全部输完啊！全部输完。好好好，那我们要准备开始了。所以单双哦，单双有输有赢。好，那我先当关主哦。好，我是智障。唉，好紧张哦。好嘞，好，我要单。一二三。好，所以呢，我没有赌成功，所以我赌他们赌两颗，所以我要各给他们两颗。耶！我刚刚本来想抓十颗，再抓，谢谢啦。换碰啦，我要来喽，准备喽。好，我要双，一二三。哎、欸，你说不定有机会吗？你喊，换你喊。还好我刚刚没有说我剩几颗。我要，好紧张哦。双，拿去。我不会给你看。你要打开吗？你要打开，他才知道给你几个啊。没关系，你现在有了，所以你可以打开双。对耶，你要给我。哦，一颗而已。哦，我这一颗而已。对，那三个双，我知道，然后我就是选单或双嘛，看他选择而已。对，嗯，对啊，对啊，对啊，等一下啊，我看一下，我要不要全赌？准备就绪。好来 ，Apple， 我的盖都快不盖不住了。好紧张哦！我再猜一次双，一二三。你全部了，不对吗？一二三，三三三，哦，很痛，太认真了，哦，对不起，我好像太认真了，对不起。他这个角度比较难打，来你过去一点啊、哦！我不能对不起 Queen 啊，所以我要一样的大力。一、二、表情三。我要被骂。
给你们赌别的游戏，给你们赌别的游戏。哎，我想这，你们想这什么关卡？你们上诉，上诉。여기서구슬을던져서저벽에가깝게멈추는쪽이이기는거야第二个游戏，我们一球决胜负。我们找到这个弹珠呢，往红色墙壁丢，距离那个红色墙壁最靠近的那一颗，就可以把全部的弹珠都拿走。怎么样？好啊、哦。那如果就是正眼那个，还是可以打来打那两位，好不好 ？OK。好。好，那就由破坏先吧。好，那就我先，因为我是刚刚的那个。来了，我来了。好，那你拿一个点，就这个点嘛。这个点这块，好，踩的这块，好，我来了，好像很难，你最后一次机会，哇，好近啊！好，弹回来了，我弹回来了，你们去，你们谁要第二个？很近哎、欸，也不能太大力哦，提醒你。想当主持人，蓝色弹珠持有人就是我，我本人。来，伸出我们两个手，手，三，我来哦！哎呀，一二三，有啦有啦，有红，来来来，我们已经习惯了，你们习惯了，是不是不那么痛了？但也不代表要打你哦。我来了，一二三，哎，没打到，对不起。没关系，你已经打了，你打了。然后你有三次机会可以把那里面的弹珠打出去，打出去就算是你的。好 ，OK， 好吗？好的。比赛看的最多颗吗？对 ，OK。哇！好，那就好，那就由我先开始。好。哎，这边是界限哦。好的。剩两个了。好，好，那我要开始哦。我看他差点掉出去。好，我要丢了。机会来了，机会来了。不要太开心。哎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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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差一点，哎、欸，很远呢、欸，突然觉得很远。我要三颗丢完再跟我去捡。啊，有了有了，一颗一颗，那是我的，你去捡，我捡，谢谢。换我换我，我应该有机会了。它变散了。它从那边掉过去，你们有看到吗？四颗弹珠，不是一个而已。没事，没事。我第二个，哈哈哈哈哈哈！哇，有两个，两，捡回来，捡回来。换你第一棒，又换我了。对。我的，哎，有有有有，再出一颗，换我。怎么那么弱啊？花你的手臂注意哈。为什么？丢的那一颗好像跑到里面呢，对吗？里面就不能捡、啊。里面跑，还好。
随便就掰了，拜拜。你们好强！哎、欸，滚回来，滚、欸、回来！我换个角度。好，就是这儿。来，歹徒！有了啊！好好好好好好！哎呦，好好好。但是真的在这哦，没有滚回去哦。哇，现在很开哎！我没有进半个。这角度好不好？一个比一个还要低，这样。哇，你们怎么？哎，他很强哎，很准哎，我是不是要趴在地上？好，我要趴着，一直线，哪里有一直线啊？我的三颗弹珠，哎，哇！我钟爱这个位，好不好？我的好运都用完了啦！哎、欸，可恶！好，换我。哎、欸，这三个把它打出去超难，我是不是挡到你了？来，换我，换我。啊、哦！哎、欸。如果甜甜的手上的弹珠比你们还要多超过两颗的话，甜甜就最赢了，好不好？太难太难打了，有啦，你一定赢我的。太久，我们来报数一下。好，我还是原始的三颗，好可怜。我有九颗，你要十一颗才赢我们。我十三颗。进行最后一轮惩罚，这边比较不痛，这边还在痛。来吧，来，帮我拿着，这边帮我拿着，我怕我反应太过。来吧，伸出你们的小手手，那我也这个方向。好一点，妈妈好可怕、啊，她一定会报仇的。伸出你的小手手，好来吧。可以啊，太可怜了，我就手下留情一点。数到三，数到三了。最好位置。一二，三，哦，还好吧？有，OK 了，完蛋了，完蛋，我铁弟被爆走了，还在，还在走，还在走，还在，破坏节目效果，来吧。来吧，这个白嫩的手，你不要过。一，啊，还好吧，还好吧。哎、欸，他手下留情，你落差了，故意打边边，然后他说我不会打，好贴心哦。哎、欸，没想到其实打弹珠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啊。对，因为地形也会影响。那个歪路了嘛、啊，像我都没有一次瞄准，需要技巧。对呀、啊。哎、欸，但我觉得运气真的很重要，像刚刚那个单双，真的都是运气。那个真的是运气，那個、我那运气就不好，我只能靠这个技巧。我没有一关运气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玩的弹珠游戏。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记得下面帮我们点一，记得在我们去拍下一集，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分享、开铛。那是我们，我们下次见喽，拜拜。